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给这三款强化型的生日绘本做下测评。这是野风幼狼，这个呢是光速战斗狼，这个是追风，这个是现在看到这一款，这一款呢。总体来说是很不错的。它这里更有后臀跳，它这里应该是做杠上杆上的挥不起。这款呢是光速战龙，它能侧滑行，因为边上有三个紫色的轮子，这样可以侧滑行。跳也是很好，因为这里是叫凹地，然后是一个图像。我今天看到一则评论，有个人说，我拍这个光速战龙的视频，我没有马上能装上去。其实呢，我会装的，现在就装好了，给你看一下。还说我不会装。这个呢是这三款强化型里最大的一个，它这里像一个有出月点的一样一个东西，能打板打得更高。这款呢这里有一个，下面有两个，我这还有，这款都没有出，我出了的话，我会一下子全部买了件给大家介绍。